园艺时间的观众大家好，现在呢是金秋十月，又到了菊黄蟹肥的时候。那我花园里呢也有些菊花在开，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呢是一个粉色的小球菊，小球菊呢相对其他的那个大的菊花来说呢，比较容易在花园里面产生携带的效果，因为那些大的菊花花型比较特殊，可能更适合盆栽，而这些花型小巧的菊花呢更适合种在花园里，种在花境里面。这个粉色小球菊呢是刚刚打开的状态，还没有形成一个球形。小球菊呢非常强健，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要求呢，可以把它培育成不同的形状株形。这一株呢就是没有进行过打顶的，然后我让它自由生长，用支撑杆支撑了一下，现在所以跟我的视线基本上差不多高度了，所以也非常方便你自己的欣赏，然后可以闻一下菊的香味。哎，这就是秋天的气息，菊花的气息。那么它也可以呢在七月份的时候进行一下短节，把这些芽呢进行扦插。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呢，扦插是非常容易成活的，像我手上的这一颗绿色的小球菊，这个绿色的小球菊呢是在九月初的时候扦插的。大家想九月初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们就是在户外露天种植的菊花呢，其实比我们市场上买到的那个菊花花期比较晚，只要它花芽没有出现的时候都可以扦插。那么这样扦插的话就会株形比较矮小，那适合做一个盆栽。现在呢刚刚打开，非常的小巧可爱。还有一种在开的呢就是杭白菊，这个就白色的呢菊花呢就是杭白菊，它有很多的功效，最主要的是一个药用的价值啊，可以清热败火，味道呢也很香，特别是太阳照上去的时候呢，它散发出来的菊香味特别浓郁。现在闻闻也很香。菊花的生长量，如果你不进行人工的特别干预的话，它会长得非常巨大。像这个菊花也是，我没有进行过摘心，跟短节，所以它自由生长，我让它爬在这个梨园上面。现在是不是有一种采菊东篱的感觉呢？另外它也可以爬在墙面上作为垂直绿化，你只要给它进行一定的盘扎横拉，然后它整个一面墙都会开满这个菊花，效果是非常壮观的，大家也可以试一试。秋天呢有一种花绝对不能忽略，那就是秋牡丹。秋牡丹呢其实就是我们植物书上面说的那个野棉花，它是有一个园艺品种，现在有很多园艺品种出来，这个是一个粉色单瓣的品种，现在正好是它的花期。它的特点呢就是它中间一层金黄色的它的花药特别的醒目，在太阳照射下呢金光闪闪，非常美。我们看一下旁边的这个花瓣已经脱落了，这个就是它的果实，像个小球一样，挂在枝上面也很好看。等到它充分成熟了之后呢，经过风一吹，它就会像棉花一样，就像我们看到的蒲公英一样散开来，然后四处飘落，传播种子出去。现在还没有成熟。这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叶片呢就是六出花，这个是一个原生品种叫鹦鹉，它的花期呢是从初夏开到盛夏，然后秋天的时候零星有一些花。六出花呢在秋天会迎来一波它的生长高峰，它这时候它的一些夏天有一些休眠的状态呢重新恢复过来，现在很多的新枝条长出来，这些新枝呢它是不会开花的，主要的作用是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储存足够的养分。这一波呢我们到冬天它受冻了之后呢可以把它平掉，然后春天爆出来那一批芽呢是开花的主力军，所以现在我们把它当成观叶植物也不错，放在花境里面。那再介绍一种秋天开花的菊科植物，这个就是花叶的大无风草，现在正好是花期，它这个明亮的黄色呢然后配合上它圆圆的叶片，这个叶片呢上面也是有黄色的斑点的，所以它有一个扶养呼应的效果。这个植物呢特别适合种在零下或者有点半阴的地方，一年四季的它的观赏价值都非常好。闻植物的清香呢芳香味道呢是一直是花园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我特地呢种了两株有味芳香味的植物，而且它的植株高度花期也比较接近，所以这样搭配比较好。这个开黄花的呢就是芳香万寿菊，它的株高现在跟我人差不多高，所以在
花茎里面呢应该做是中背景的植物，我现在所以它长得太大了，已经靠到边缘上来了。它的气味呢，你只要用手揉一下，它的芳香味道就弥漫出来了。它的每一朵小花呢就是一朵迷你的小万寿菊，因为我们通常看到的万寿菊都是很大的，这个是非常小的，但是它胜在量多，所以它整个一丛开出来的话，它会形成一个非常饱满的复花像，所以远看的话还是色彩比较强烈的。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鼠尾草，它的特点在哪里呢？它的叶片的香味，它是含有浓郁的凤梨香味，所以也叫凤梨鼠尾草。它现在已经进入盛花期了，看一下它的花量是非常的巨大，从现在开始开，它可以一直开到开到初冬。所以整个花期跟这个芳香万寿菊是一样的，它整个都可以开到冬天，所以我们就不会有一个太寂寥的年末了。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漂亮的花。这些带有芳香的植物呢，它其实有很多的药理作用在里面，让人的神经呢放松，心情愉悦。这次呢，我们到辰山植物园新建的一个药用植物园做了一个探访，而且非常巧的是，我们遇到了里面的主管的周老师，正好对他进行了一个采访，我们一起去看一下。